家嚟到我哋嘅 VIP 讲袋嘅时间。今日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咁我叫阿生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分享嘅手袋咧就系呢个 Chanel 新款嘅水桶袋啦。咁佢呢个袋咧，成个咧都系用咗羊皮去制造嘅。俾大家睇睇个外形先，后边系个底。同埋佢嘅正面，咁佢咧用咗佢经典嘅菱形纹之外咧，咁佢中间咧其实用咗一粒珍珠，中间有个 logo， 咁系个暗压式嘅拉链嚟嘅，咁你可以放大放细，咁去调校。咁佢依個咧新款嘅 Chanel 咧，其實係用咗呢個嘅淡玫瑰金咧去製造佢依個鏈嘅。咁俾大家睇睇入邊嘅內容啦。咁佢入邊嘅內容咧，其實好寬敞嘅，可以擺到你日常所需嘅物品啦，可以擺到電話啊、紙巾啊，其實你擺到化妝袋嘅。你唔好睇滴滴色色，其實佢依個款係裝到好多嘢嘅。咁佢呢個咧上下格咧，其實係用咗唔同嘅皮紋去製造嘅，咁啊更加有多嘅層次感啦。咁我而家可以示範下上身圖俾大家睇。这个链呢，其实它是拼接了一个的羊皮，让这个膊头不会有些痛的感觉的。好，咁因为它这个本身呢是羊皮制造，所以整个袋呢都会比较轻身的，它不会好像牛皮那样那么重咯。好啦，那我今天的分享去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款袋啦。如果喜欢我的片的朋友就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啦，还有 like 我们，还有 share 给一些朋友，还有可以亲临我们的门市去看看实物。今天的介绍去到这里，拜拜。We'll be right back.